这个配色字，我觉得它就是那种细体的那种字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的领子是做这种有点大圆领的感觉。你要正常穿可以，你想要拉一个斜字斜肩也可以，想要拉成一字领可以，因为它领子其实够圆够大，它的这个下摆是有做松紧的，刚好卡在我肚子这边，你们看，它就卡在这边，我也没有扎进去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有扎衣服。然后整件它的那个棉质的料子也是偏那种薄料，很通风，很清凉，很凉爽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白色真的非常漂亮，它就是那种纯白色、正白色。如果说你喜欢那种简单的搭配，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买这种正白色的这一件上衣。然后我会建议里面你还是内搭浅色，比较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害羞，因为你看其实荧幕上看还是有一点点微微的透，这个穿到 XL 号女生绝对没问题。早餐店奶茶的颜色非常好看，然后它的配色字就是配那种咖啡色的字，它是没有做肩线的，所以它其实这边整个下来就是有点那种小飞鼠袖的感觉，所以它这个其实就算是大胸部女生穿也不会觉得好像卡卡的，我觉得非常的舒服。